应该是牛牛。不是深海区，不打不打。我们还有 key， 我不打，我不打。我们前面也是有那个门的吧？还是就打了，就跟他尬了。挑战看看，挑战自我，我们就看看单人怎么玩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单人，他既然一个人也可以玩嘛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啊，哪次不打？你看，果然就是，哇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是超难，不就是我最后的波纹了吗？而且你这一关超难躲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不能燃烧。好像可以哦哦哦，这个洞啊、哦，它单人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至少它会比较追你，所以是可以引它的，看得比较清楚它的位置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还有喂喂喂喂，你的线很特别哦。哦，这是受伤了，一次还可以，嗯，好远哦。他跑过来啊？怎么？他都不跑过来，他躲很远呢、欸。啊，要走了！墨鱼来了！哇，这次墨鱼数量超多，莫名其妙。这样子打一下，然后拉打。这次六只。哎、欸，不要去那了、啊，大哥，那里墨鱼很多。走，远点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下游墨鱼，墨鱼墨鱼，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过来一点啊，那里都是墨鱼区。他说：“哇，他不过来啊，看都不看你、啊。”哎、欸，那里不行啊，这里不行啊，哥哥。你游上来一点啦、啊！上来啊！他太胖了啊！哎，旁边墨鱼，啊，这个血量，墨鱼越来越多了。哎，有他，哇，有把他勾过来一点。哎，啊，我要直接给扛了。还有一刀，啊啊，我不小心被他撞到一下，哎。多扣一次血，不然应该可以更稳。有，可以直接刻了那个药水一下。啊、一斤打败他，我觉得是划算的啦。赚、啊。有不到赚，就是没有亏到太多。当然，反而伤害较低，没有是那个啊，装备有起来。而且斧头够控，只是烧太多了。很烦，墨鱼大军上面有。哎，哥，还是拿鸡的，哇，这角度，还没。有，相信这样子，卢米之后就变更强了。啊？你都哎，你都看着我打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个你也可以射到。有，我看到老师受伤了，哭啊！那很夸张呢。他也现在学会跳射了，你们都在跳射，我也跳一下啊。漏一点点就中了，哎、欸，新的药水，女巫药水吸收4，哇，一分钟。这是新的。不是，这不如强效药水补四颗星。啊，那个还只是暂时的血量，你如果都没扣，那就等于是浪费了。这打王的时候可以喝。哦，对，你打王多少会？多少扣点血？哦。爆你头啦！气死！每一发都是2块钱呢、欸，很多钱，而
而且我们这次也没洗到太多的剑士哎。对啊，想说，因为可以商人可以买的就是盾牌、剑士这种，就是大量买还 OK。嗯，还有药水，可是这次几乎都没怎么遇到。这都是书吧？是蛮多字的。如果他出附魔复活，我也可以买。你快把你的盾牌掉下来啊！这也可以打到。上面好像。哎呦，又蓝。他们说我就喜欢偷偷的。哇！哎爆头伤害？没有没有，你看，然后就这个时候就不来，很讨厌。他说我躲好了，我也在蹲你，你都蹲我，我也蹲你啊。蹲个屁！蹲，还在上面等。哇，他们在聊天啊。还趁我跳的时候直接射。现在开始有时候有点没击退了哦，又来有了。哎，哎，怎么那么多只？以为只有一只，殊不知我会分裂。想不到还有一个我吧？想不到啊！是这发帅。其实遇到他可以先砍个一两下。说不定就可以直接把他砍死，让他没射到。哎呦呦呦！不行啊，打太久了，注意力下降了，我们疲累了。对，还有宝箱怪呢，所以现在开箱也都要小心了。还记得我之前都被宝箱怪给弄死。我几就有宝箱怪了？57，可能就要小心了。啊，人生好难。嗯，他都不出东西。盾，盾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有村民。有盾了。我们心心念念的盾。药水跟强力其实都可以买。剑士也还可以。盾。哇。啊，剑士最后一买。终于来盾了！哇，这区感觉会出事。弩弩弩都是弩，就跟上次的那个是一样的。他不让你复活我，有复活点呐、啊。没复活的买一堆，没复活剩两块钱。哇，这射得到我吗？你射不到他。有，我射到他一下，只是这里太多了。这就是那个啊，跳跳跳的地方啊。对，五区的。然后他也不会下来，很讨厌。有哎、欸，还没。血有够厚。哇，全部哎、欸，九只。还在那边嘲讽我、逼验我、欸，哎，六只，给你点头啊，做得好，干得好，哎，我不射你啊，好可怕啊，没，倒了吧，三下，哎、四下，八块钱，每一只要八块钱。小亏，而且好像会捡不到他的钱呢。好像可以啊，你要跑一路跑酷绕一圈捡最上面的，好像。哦，顶头的好像就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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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应该就打的没了吗？看起来是没有了啦，会不会换件射我？不要太，这太过分了。还没有钱，还没掉钱，
小心宝箱怪。我想这如果宝箱怪我就死了。哦，好酷，上去拿。对，累死。哇，这血都变好厚哦。还好你刚有附魔，这边没有。还好你刚有附魔了。我的天，下面应该没路吧？哦，好累哦。难到爆了。对啊。有下次挑战的吧？哎，还有。我们可以的，持续努力。要不要试试把装都集中在一个人用？我们这次就是啦，我们这次就是资源都集中在我身上啊。嗯，我这次都带着一只弩。嗯，露米就是拿强攻而已。拿着一个，然后跟吸引炮火，因为吸引炮火还是很关键的。哇，还是让他射到一下。哎，上面还有一只。有盾牌了，叫一老师就直接上了。坏坏，还有烂炮兵。哦，还在。啊，好累啊！交给橘子兵了。橘子兵说：“我来。”哎呦！哎！哇！烫死他们！会怕吼，会怕，会怕了，会怕了。你看这游戏就真的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宝箱怪很过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身上超满了。资，你要回去卖一下吗？已经资源很少了。满了耶，对啊。哇，现在回去卖东西要到哇深海那边哎。作者，这游戏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额外背包啊？而且我们还在同一区而已，不然这样来回拉打很累，很大一层。哎呀，我要看可不可以拿背包，不然好累哦。可以吗？我直接切看看，哦、好像可以切。啊，这大家请原谅这个。不拿其实也是一样，就只是你要走回去，要花时间啊，花太多时间了，我累了。啊，放一放。你不要顺便拿一颗酷酷的星星出来。这倒是不行啊，这我们是不行的。不，我只好可以把一些附魔球放进去。我还想，我刚才你直接把它打掉呢。冲动欸，可是这样我要怎么猜？直接打掉会是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挖起来不是吗？欸，有这样有复制到，直接打掉不知道欸，我知道是拿稿子啊，直接打，直接打就没有。如果复制，我复制没事，没事。一般是冒险模式，然后把那些附魔的一些都放进去啊。等一下看到附魔台再来，我现在连回去想找附魔台都累了。太远了，这个哦，这就是门口吧？木头区的最门口。哎，为什么下面有一只？对，你打哪来的？刚不是清得很干净了？哦，这里啊，刚刚应该从这里来的。人呢？在上面背对着。他说：“想不到吧，我从这边走过去啦。”来了，露米，你的机会来了。究竟会不会是好友下一区？跟你讲，哎，刚好，我跟你讲，这最后的钱了，刚好也没钱了。哪里有复活？好远哦，很远。我们先，
就要绕回上上歌曲，哇，衣服这里没有，然后小僵尸。